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政客家鱿鱼羹，这是这间店这边的样子。好，台风天很多店家都没有开，所以会吃到重复的哦。那这集主要就是探讨台风天有开的店家 ，OK？ 好，那有吃得到就不错了哦。哎、欸，那我要那个综合鱿鱼羹，然后我还要一个干拌米粉，好，小碗的。哎、欸，干拌米粉。干面，还有台风干面。我知道你有开啊。你干拌，你是内用吗？哎、欸，内用，哎、欸。啊，综合跟干拌米粉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没有错，哎、欸。是干面。有跟吗？有，三条鱼。哦，台风天有开，辛苦了啊！刚找好几家都没有开，哎、欸，对，台风天的、啊，哎、欸，我们也辛苦啊，出来吃了，哎、欸，对，刚下班呢，哎、欸，刚下班了，嗯、欸，好辛苦你们，我、欸、都啊，嗯、欸，妹妹也辛苦了，哎、欸。好，谢谢啊。OK 啊。好，先从这个丹东粉开始吃好了，这个我没有吃过。好，那刚那个位置有点小，所以我转换一下位置啊。然后里面就是这个很香的油葱，那我还有加辣椒。嗯、赞啊！香香的油葱，然后传统美味，然后这个米粉吃起来就很干爽。台风店有开的店家哦，感谢，嗯。嗯，哦，好吃赞，嗯。这个油葱很香，我加点辣椒更美味啊！好，这个羹一定要加辣椒跟醋啊，这样才够味啊！好，热腾腾，热腾腾。鱿鱼就很香啊！
羹汤传统美味啊。鱼酥就香香酥酥的啊，天然的感情的一抖啊。好吃传统风，赞啊！那就感谢这个台风天都还有开的店家，好像有在做这个风肉啊，苦瓜风肉，这个是你们的午餐啊？哦，啊，对对，蛮功夫的哦。没有，我随便做而已。他们做好好吃，哦，真的，这可以吃得到吗？我们中午在做哦，中菜，哦这样，中菜的，我们自己吃的，这样，好辛苦了哦。啊，明天也会开啦哦。会，如果风没有很大，会有开。哦，好，辛苦啊，赞啊。好，那店家就辛苦了哦。好。好，总共140嘛哦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多谢啊。好。好，那好吃实在，那过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第二站是这个上海张家，一样是台风天没有休息的店家。哦，老板跟老板娘辛苦了哦。哎，这边是一笼，然后半糖冰豆浆，谢谢。啊，减糖啊。好，那记得这个看一下哦。手工制作，产量有限，偶有缺货，敬请见谅。小笼包一份。哎，小笼包，哎，谢谢。哦，有小小调上一下。啊，这个要搭配小笼包才能够喝到的冰豆浆，珍贵无比啊。好，那这个我与小笼包第 N 次相遇了哦。哦，现包就是美味啊！我做里面吧，哎，应该是做附近吧？可以，坐旁边吧？可以可以，坐这边啊。好，再用这个店家的姜丝跟辣椒酱啊，很好吃。好，那这个很好吃又美味的小笼包，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哦。这现点现包就是美味的关键啊。
啊，葱姜口味。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它台风天有开啊。啊，今天很多店家都休息啊，所以这个遇到有开店家，就是真的是相当不错啊。等一下要去全联看看有没有鸡肉可以买，我还要煮饭菜。外面今天有开。对。好，好吃美味了哦，它就像小包子一样啊。虽然汤汁不是很多，但是就是一个传统风的小笼包，赞、嗯！啊，这个现点现蒸就是美味的关键啊，热腾腾、热腾腾的，啊，美味看得到啊，赞！好，那各位来就祝用餐愉快，拜拜。